料酸過多嗰啲真係唔正，同埋豬肉煙韌韌好香啊！海膽豚肉喎，呢個係叫做松板豚啊，松板豚啊呢個。老闆說這個是他自己發明的，他就說先淥了個豚肉，然後就包住海膽和野菜，最肥的食法就是有一馬雞蛋，料酸過多的真的不吃，哇個口味很大，海膽還沒爆出來啊，豬肉煙韌韌好香啊，加上少少菜洋葱這樣三種層次啊，這是豬真的好吃啊，這句說話其實是虎哥說的豬真的正，豬真的正，豬打算真的再吃這個海膽團肉喔，翻兜啦，蛋香啊令到海膽香味擴張，但只不過佢金鋪是做配角，我係做配角真係好奢侈。係啦，呢樣嘅感覺，好滑，同埋嗰陣唔好鹹啫喎。唔會啊，食完之後就哇有陣海風出去，冇錯，碧波盪漾之中。有一種很細緻的食法，的確是沒什麼味道所以我也覺得應該要加的的士油吊味，因為它的蛋真心很香，因為我們已經呢敲第三隻蛋了，我已經沒數了虎哥我吃完它行不行，我最多下個月再來過